你玩什么？哟，我玩阿卡丽啊，你就是平时阿卡丽玩的多呗。也不是吧？我觉得阿卡丽就比较凶，就跟你适合跟你比赛。那你一般上路都拿啥玩呢？建模，还有那个我的感情，万豪，JJ。JJ 是谁呀？JJ 是剑将，我知道了。我比较喜欢我玩觉得我奥，得选一个比较容易 K 头的。我比较喜欢玩奥拉夫。你喜欢玩奥拉夫？莽夫，哼。你也莽夫，你那玩的就没一个女人。我觉得，那你 K 不到头呢？你 K 不 K 的到，咱一会儿再看呗。反正我已经叫我的兄弟们都去看中你，你跑你肯定是跑不了了。但是剑姬是女的呀，你为什么说我是莽夫？哦，对，剑姬儿，我给忘了。对啊，我一还般玩剑刀姬儿在呢，我这金里刚不鱼，算，那不都是女的吗？不太算女人。为什么不算女人？她性别是女，她就是女人呀。行吧，你真不吃饭呢？我真不吃。那你晚饭啥点吃啊？晚饭不知道，跟你打完吧，打完饿了再说。钻石局，谁还没个绝活了？那不吃饭不行啊，胃肯定不行吧。就说实话，我刚看那个蜘蛛，我都饱了。你闪现过去，送个头。那真是的，对不起了呢，那是。谢谢，有杯秀的。我多吃点，一会儿我等你玩的时候，我多吃点。那这把你可能吃不下饭了。哎，我问问你，你要是跑100米是几秒？正常应该是几秒？不到，我没跑过呀，问你呢。我也没有啊。100米正常几秒啊？想想啊，十几秒吧，100米，8、9秒吧，应该。那你问我这个干嘛？我问问题都不行啊，那咱俩不得说我话没吗？理解你为什么了。那你不问我问题，我就问你问题呗，要不然这不尴尬吗？这。你1分钟能做几个俯卧撑？为什么都是这种问题？你是不是想扰乱我的节奏？不是，我就想问一问嘛。我觉得你就是想打乱我的节奏。你专科你是学什么专科的？我是学医的。学医可救不了队友啊。那你学医，你是护士啊？对，兽医呗，为什么说是兽医？不知道啊，我哪知道你是不是兽医呀？你这样吧，我问你几个问题。哦，你问吧。用毒蛇的毒毒毒蛇，毒蛇会不会被毒蛇的毒毒死？你老问我这种问题，跟会我绕吗？口令。我也就是忘了还有几个问题了，我就记得这毒蛇的毒，要不然我指定问你俩。那孕妇打架算群殴吗？什么孕妇？孕妇孕啊？妇打架算群殴吗？那肯定算的，那四个人啊。那黑人说黑色是肉色吗？
那肯定不是右色呀、哎，那其他地方还黑色呢，那肯定不是右色、哎。用电鳗的电电电鳗，电鳗会被电鳗的电电死吗？那肯定会被电死，电鳗它也得被电。我到底帮不帮你赶赶，这是一个问题。上，他插眼了，但没用。他跑不快，太闪了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嗯，你吓唬他一下就行了，把人头让给我吧。凭什么？哟，来蜘蛛了。嘿、哎，我蜘蛛，我过来了，我过来了。蜘蛛是吧？蜘蛛，你等着蜘蛛，你这蜘蛛。蜘蛛，蜘蛛没闪，好啊！蜘蛛没闪，蜘蛛没闪啊！行，我知道了。那我接着问你啊。你问吧，过期的毒药是没毒了还是更毒？那肯定更毒了。那不孕不育会遗传吗？什么玩意儿遗传？不孕不育。你能不能问点人问出来的话？那这是没这十年脑血栓肯定是问不出来了，你肯定是有点病，我发现。没有没有，你就没点其他能问的问题了呗？但是你回答不上来，你就说你回答不上来。不是，我连脑血栓的问题都回答不上来。快来帮我下路啊！这蜘蛛，你是不是送了蜘蛛一波？你是不是慌了呀？上你 Q 了，好，吊蛋，蜘蛛好烦啊！这蜘蛛指定还得来，今天这个蟹我必定给他拿下。哎呀，他这个巨蟒好烦呀、啊！烦呢，烦就对了。他死了。啊，我也死了。别了。要完了，比谁死的多吧？你觉得呢？不行，叫我比人头。那死谁不会死？我觉得你就是怕了。我怕了？我没怕呀，我这不跟你还只提个建议吗？你就是怕了，只是我现在要开启认真模式了。那你是不是急了呀？我没急，你急了。你看我杀了个人你就急了。急不急的，我得来一波了。我发现我已经领先了，你比我落后一步啊，落后一个才一单，无所谓的吧，我这是一天上下几千万。你做什么工作的上下几千万？我是养鸟的。养鸟的？嗯。你养的什么鸟？我养的好鸟，孔雀。孔雀？你就是养孔雀的吗？不行了，我得回去了。怎么一说孔雀你回去了呢？你吃过孔雀吗？我没吃过，但是我知道那种有那种养殖的孔雀是可以吃的。你还知道啥孔雀？孔雀，我想想啊，孔雀有白孔雀、绿孔雀、蓝孔雀、黑孔雀，然后还有紫孔雀。绿孔雀是，哪有那么多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？蓝孔雀可以吃，但是黑孔雀是国外的，不行，这个潘森来抓我。
那你不死了？真的，咱俩比谁死的多吧？这我死我也得换一个。我啥？哎呀，龙没了。你看，你人也杀不了，资源又占不上，这潘森下去了。没事，这波蜘蛛应该是够呛了。那你到底是养的什么孔雀？我养的这蜘蛛。我你养孔雀，你怎么还养猪呢？我这教孔雀开屏，孔雀开屏训练师。孔雀开屏还要教吗？它不是就是动物的自然反应吗？快！哎，你已经落后了，那俺俩人头一样怎么办？我马上就能追上你。刚那一波是潘森来抓我。那俺俩人头要一样怎么办？你怕了？你是不是急了呀？我怕什么怕？我急什么急？你急了？我有什么好急的？那你为什么不说话了？我在想你养的是什么孔雀，你又不理我。我不是养孔雀，你养个猪。我养不养孔雀，你也吃不着孔雀。我们先说这个，咱俩要杀的一样怎么办？咱俩杀一样的，我想想啊。我想，那你给我下一单，然后我送你一单，哎，那不就平了吗？对，那不平了吗？呢？这么的吧，我想想啊，俺俩要一样的，俺俩看助攻，你觉得行不行？行，可以。然后这把要是助攻也一样的话，咱们就看伤害，怎么样？行。他没说看啥伤害，我看打野伤害。他能打得过我，就出轨了。我都帮你两波了，你都杀不了他呀？你再杀他一回呀？不是我杀不了他，是他不出来，他在塔下一直待着。你看他跟我离多远？那我怎么能杀呢？我就不信我这波杀不了头草，未命中，我都真的吐了。他这个智盲太烦了，骂人是不？就骂人。情急了，情急了。你是破防了？你我这 Q 我真的我，就我三段我打不到他吗？你看他又跑在塔下了，这不能怪我呀。跟我没关系啊，我这拆塔的。你打野，你去拆什么塔？你不应该去杀人吗？那我一会儿还得去上路拆塔呢，我跟你说。你去中路吧，你不要到上路。这个蘑菇好烦呀，我回去带个扫描。你最好对我客气一点，要不然一会儿我站着上路吃经验。那我去游走吧。我觉得这个 Timo 他不行了。谢谢水晶锋利差两个超大玩心，谢谢谢谢。哎，你平时就除了陪玩啥也不干了？我这边一个乐队的主唱。乐队主唱啊？对。你是唱二人转的吗？我是唱流行的。唱流星的呀？唱流行不是流星啊。哎呦，我那你乐队一共几个人啊？我 Q 不到。嗯，我说那你乐队一共几个人啊？乐队我一个主唱，一个木吉他，一个电吉他，一个贝斯，一个键盘，一个鼓。那到底是几个人？这 Timo 又不见了，我真的烦死了。那到底是几个人？不行，我得去游走了。
我数一数，那你是那你是主唱的话，你就专门负责唱歌，对对不对？对，我是负责唱歌的，就不需要我再去加。那你学那个学医是干啥用的呢？我学医那是就是为了生计，这是为了梦想，等等，我像个人。这提莫终于被我逮到机会了，我一拉死你！上了上了，怎么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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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学的还挺多的。我看，我现在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你现在几个人头？你五杠一，我吐了。哎呀，这都是随随便便，敢敢单单了。不行，我得去游走。我等一下，我再有一会儿我就有 TP 了。谢谢，掰开大司马的屁眼儿的飞机啊！感谢老板的飞机，谢谢谢谢。那你乐队主唱，你还有时间当陪玩吗？你不得去演出去啊？我演出晚上才演出，白天的话偶尔接下商演，接商演的时候我就不打了。商演比较少。啊，商演就那些那个售楼处的那些呗，就。就比方说什么商场出活动啊什么的。啊，我明白了。台下的观众你们好吗？现在我们商场有打折活动，免费送珍珠项链一枚。不是那种的，那种是主持人。哦，那你有粉丝儿没呀？粉丝？这听到女生了。打不到他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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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哥，哎呀哥，我的哥，哎呀，走呗，走呗。死了吧？可恶的，可恶的潘森！我跟你说，一会儿他就来找你。嗯，马上他就来找你。我觉得不一定，我人品这么好，他抓我干嘛？你都回家了，他找不着你了。现在我比你多了四个人头。你怎么不回家他就打我呗？四个人头，我看啊，一天你是接二十来单是吧？这把、啊。你杀两个，我杀二十六个，就这么决定了。真的假的？这蜘蛛在红蓝 buff。你这商演可能你也不用演了，以后。我就一直陪你打呗。我其实也接受等价交换。真的？这家伙，这皎月，这皎月。白来了。我大眼掰开了。三二，哼，没够到吧？算了吧，咬你的面，给我杀！漂亮。完了，拆个二塔吧，兄弟。这提莫就不能出来跟我打吗？我真的烦。嗯。我看你这麦也不太好啊。怎么了？老卡顿呢。卡顿吗？啊，总是有点卡顿。可能是我这边网络的问题吧。你看你这商演就没接多少。我接商演的麦又不是这个麦。那你唱的就那些摇滚的呗。摇滚的其实也没怎么唱，就像我们平时自己玩的话会改编一些，但是正儿八经演出的话这种歌比较少。我得去中路游走一波，我去抓一下这个。这什么声音？他放先锋了。长个翅膀吧，这家伙！中路来一波啊！流行音乐，你会唱《告白气球》不？
告白气球，我会唱，告白气球，但是这首歌是周杰伦的吧？他这个 key 应该比较低。等等，抓小蜘蛛，马上到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哇，把我吹走了，我吐了，这个疯女。Q， 你这个惩戒可以。哎呀。七减三等于四。啊，等于四。七减三等于没关系，我再努努力。你不用努力了，我马上给对面推了，兄弟们，推他，我没枉费了。先把中塔推了，再去打个小龙。那不如我跟他们互动一下，我说我给你续怎么样？哎呀！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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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要死了！剑灯笼，这锤石还给你拉了一把。这风云还跟我。都下去了，都下去了。这风龙对面敢动，我没想到啊！我看看，谁敢动这风龙？先打龙吧。啊，打龙吧。打完龙再说。我可没惩戒啊！你没有惩戒啊！我没惩戒。那好像，不行，这有蘑菇啊。上啊！哎呀！等等，我冲这几个。你死！不行，我死了！一个没杀了，还死了，你看。不是他们人太多了。最近在比心，在陪玩。最近在比心，在陪玩。要求太低了，怎么就低了呢？这种三二三的建模，都可以去当陪玩了。你看看，还说要跟我那个啊，我你杀一个，我杀一个，我准备杀的比你多，你就给我多下一单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那你不也死了吗？来个幽梦之灵，说的好像你没死似的。啊！我死了，我杀的多，我们又没比死的多，真是的。那现在又没有打完，我等一会儿就能追上你了呀！加油吧，啊，加油吧！其实我跟你开玩笑的，我的真实水平啊，其实是宗师400点。宗师400点能打出蜘蛛那样的操作吗？那人肯定会有失误的，这个很正常。你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宗师400点，我杀过惹赛。等等，我先。踢得好啊！惹赛你知道谁不？宗师我不信。你玩剑魔应该能知道。是不是啊？我知道是谁，但是我不信你跟他打过。你还单杀了帅，你好像逗我。真的单杀。还有那些，飞科呀，这个啊，飞科没有单杀过啊。我给你来个蜻蜓点水吧。小姐姐，现在我比你多七个人头了。你刚才是324，那无非就是。现在还是324。
那无非就是我多送你几碗了。你咋那么大方呢？但是我觉得这你刚刚说你单杀恶晒，我就一点都不信。我有视频，你俩白银黄金。我有视频啊，我有视频。热晒叫什么来着？我给忘了，但我知道，啊，但我知道，我记着，他叫什么我也忘了，但我有视频，晚点给你看一眼，行不行？等等，我看你几个人头啊？十个，我吐了，你都十个人头了？啊，我都十个人头了，你得加加油了。一会儿我都发疯了。那你多杀十个，我觉得你应该不是很在乎我送你的这几把，是吧？你就当我……那不行啊，我在乎我肯定不在乎的呀，我这毕竟老玩家了，真的。我终于杀了一个，我终于杀了一个。可以啊，杀这个潘森，潘森，潘森，我一定要 K 到这个头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牛不牛逼？三杀。见过三杀吗？厉害呀！没关系，再等一等，我看差几个，差四个，我等一下就能追上你了。我都追了你三个了。我感觉费点劲呢，你还得来波四杀。刚才主要我没在。总会有你不在的时候，这总不能一波马上。怎么的？你要上了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这波是打还是不打呀？那肯定不打呀。我觉得可以打，以你的装备，你先上去卖，我收割一波。凭什么呀？为什么不是你上去卖？杀蜘蛛？我螳螂上去卖啥呀？你说是不是？又被你抢一个，我吐了。这蓝 buff 总能拿吧？算了，让了吧。拿也没什么用，投降了。哎呦喂，这家伙啊，这家伙，嗨呀！这他妈投降了，我吐了呀！这桌子键盘是无辜的，我们结下账吧。啊，真的我们结下账吧。我看一下啊，14-6能多少？我看看啊，四杀见过吗？四杀，啊，四杀14，能不能？哎呀，14-6，14-6，那能不能别讲了呀？先结下账啊！我就给你算一算啊。首先，我们，你一开始得说给我个补偿，你的照片还没发呢。对，那我发照片，然后呢？要不再来一把吧？再来一把，你肯定再来一把，你得免费给我一把，你得免费给我。这样吧，咱们再打一把，然后我给你发照片，然后给你唱首歌，怎么样？你不要归零了，哎呀，你别归零呀！你得免费给我打8把，我跟你说，明天我可以再来找你。再赌一把，再赌一把吧。我不跟你赌了，不赌了，就这一把，不赌了。我这也是言出必行啊，不赌了。先发个照片吧，我看看啊。你再赌一把。我加你好友，别坑你啊，坑你也不行。我加你个 YY 好友。现在知道叫哥了，叫爸爸。我不，开玩笑的啊，开玩笑。叫爸爸。开玩笑的，开玩笑。不用啊，不用。怎么样？不再赌一把吗？真的，求求了。再赌一把，看你发的照片怎么样吧。你先给我来两个，我再赌一把，我怕你呀，把你家房子都给我整没了都。
还再赌一把。喂，人呢？跑了。在呢，我上。你可跑不了啊！我跟你说，我兄弟多，我都已经看中你了。你的笔芯 ID 8078-7327，走不了。我上一下 QQ， 等我一下。啊，咱们要不再赌一把吧？真的。你还要上 QQ？ 那再赌一把也行。再赌一把，我又打野，你又伤蛋。这次我选一个厉害点的英雄。你选一个吧。我选一下。打野，我看看啊。哎，你平时看不看直播？谁直播吗？啊，直播的话，我好像只看过 Miss。那你打上路肯定多上 Miss。嗯？你说什么刚刚？其实我可以给你开一个。